上厨房，煮每个加蛋，我的白米也吃光，面包也吃完，我头发很长，我西北难看，看着每天的存款盛满了惆怅。有人说他生意倒闭，欠了钱需要避避风头，有人说他练就一身厨艺终于能够展露，有人失去了自我，手足无措在那发愁，有人没钱吃饭生活难看就不敢开口，但住在贫民区残破的老旧公寓，拥挤的大楼里很多的穷人都来自外地，从绿区变成红区根本就不能出去，老奶奶可怜没钱吃饭内心盼着奇迹，人们不敢想我的储蓄已经花光，每一家鸡蛋已经成为我的三餐，习惯装病毒几时才能够杀光，如果继续关我的生意就完蛋，对不起爹娘，现在我不能回家乡，如今才知道最重要平安和健康，病毒太猖狂不散，全世界都很惨，我飘向厨房，煮每一家蛋，我的白米也吃光，面包也吃完，我头发很长，我西北难看，看着没钱的存款盛满了惆怅，前路太过该怎么办？病毒太强太混乱，我很不喜欢，一生很忙早到晚，谁能够体谅，马路上警察的路障根本多到数不完，但还是很多人不听话，想要被警察管，可怜的流浪汉如今更加悲惨，伤心的人啊，谢谢你们为他准备三餐，三番生命的关，困难依然坐着刺伤，我在这祝福你好人一生平安，根本不敢想我的储蓄已经花光，每一家鸡蛋已经成为我的三餐，习惯装病毒几时才能够杀光，如果继续关我的生意就完蛋，对不起爹娘，现在我不能回家乡，如今才知道最重要平安和健康，病毒太猖狂不散，全世界都很惨，我飘向厨房，煮每一家蛋，我的白米也吃光，面包